帮忙吗？宁总是吧？我说宁总这么体面一人，怎么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？你给我松开！你刚找什么呢？是找这四季卡吧？我不懂你什么意思。我提醒你一下啊，这个摄像头里的卡是注册在你名下的，对面仓库也是你租的。说吧，你安摄像头拍我仓库，想拍我什么呀？我安摄像头防盗。